把它烧羊，烧羊，咯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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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咯叽咯叽。哈哈哈哈，哭了哭了哭了，嘿嘿嘿，哭大声一点。咯叽咯叽。看护车有跟你交代什么？没有。是那个态度不好那个？不会啊，不是另外一个。赶快哭！你看他一直在啊叫，就是要吃东西啊。没有。他嘴巴在那一天我拿下去，他嘴巴在，他就说要吃东西的。因为我刚才下去，他反而在哭哈。嗯。上来就不哭了。他这里也很深了，龙鼻，龙的鼻子，花姐，看爸爸那里，花姐，有在偷看，这样又是双眼皮，有时候可以说，很跟我一样是内双啊，内双是比较帅。哦，乖乖听到帅就张开眼睛。羞羞嘴。乖乖帅，你看。乖乖要叫什么名字啊？乖乖自己喊你了。要叫浩廷哎。浩廷。玉廷啊。叫玉廷还是玉廷？吴玉廷。吴玉廷。玉廷。玉婷，玉婷，人家听到玉婷就想睡觉了。哪有，他爸爸乱讲哈。叫玉婷吗？雷霆万钧呐、啊！还叫什么名嘞？要冷，我还会冷哦。你不知道，应该是还好。这里露出来了。